B 出身的文忠业近期因出演选秀节目 Pick Time 而再次受到关注，就连过去追随他多年的粉丝也久违的在 YouTube 频道更新了他的直拍影片。据了解，该名粉丝在 BAP 人活跃的时候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会去参加，然而自从团体无法进行活动后他就没有再上传影片了。直到近日他去看了 Pick Time 的总决赛，并帮文忠业拍了传奇直拍，才又恢复更新。而近日就有粉丝发现文忠业竟然也知道这位时隔七年来看他的粉丝，甚至还在他的直拍影片下留言好久不见，让得知消息的网友们纷纷感动直呼是双向的爱呀，彼此应该都觉得很幸福啊。